财经小朋友，来向 Kelly， 干杯！来向谁？作为罗宾班的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运动比赛呢，吼，但就是咱，咱来到这个民生路十九期的这个中央公园吼，十九期这个罗宾班的训练了吼，已经差不多就是。然后民政府的官员，所以学弟吼，这学弟吼，赶紧了解儿子吼，因为规矩就是，咱即摆学校我等下讲吼，咱摕着证书以后，咱来向北京的民政府去报道，因为开始咱最近一直做来，我做迄个市个委员长，我嘛一番都很无够。人也无够，还佫欠钱几个啦，真是咱人无够啊，所以多谢咱今仔日当补一寡人啦吼。我过去是一个做医生吼，我做四十几张医生，啊，伫五当前退休，哦，我做新罗病院，台南新罗病院，咱个基督教病院吼，我叫。去消协医院嘛，我们捐钱嘛，到时去。啊，我退休，我当前退休了，但是讲我拢唔死个，是干嘛？我开始要过迄个退休的好生活。啊，所以伫五年前，我个戒瘾啦，六十五岁戒瘾啦。我迄个时间的期，我做到到六十七岁，哦，啊，到五当前啊退休。啊，我退休有一个退休感恩礼拜。啊，这个退休感恩礼拜有一个我的好朋友，啊，走来讲，哎，我要来台北去搞，我要来台南参加哦，参加你的退休感恩礼拜哦。讲，哎，老兄啊，你遐是大人物哦，啊，若落来，啊，阮排好个，阮规定九十分钟袂使超过。啊，排排来，我测试九十通分啦。我讲，哎，啊，若袂得讲话啊，你要安怎？我，那些我等下报讲，这个我是安怎，我徛袂啥好势。吃袂久啦吼，已经咧胃痛啦，所以用我们东西咧，吼，谢谢。啊，我这好朋友伊就，我不要紧，唔免讲话，我来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来同你参详，安尼。哦，啊，结果就落来，啊，甲我讲，诶，庄院长，你退休了吼，我无要你走。是啊，我讲要我走，伊甲我讲吼，哎，我做医生吼，啊做几十冬啦，啊你嘛无我退休了，小可休困一下吼，啊我通啊过一个好生活嘞，过去拍拼几啊十冬，吼、哦，我毋是民进党员，也、毋是国民党员，也、毋是，我拢无参加迄个什么党就对了。你若有去大学读过大学，你就知影，先讲领即款，你若无加入国民党员啊，吼、哦。足惨个啦！啊，我着直接讲命，着去用走。阮迄天时，我三个无参加国民党名啦，大学生啦。啊，阮三个吼，因若咧开会啥，阮着去挂走。我甘愿来挂走。我毋捌加入党哦，吼。啊，即摆即个来甲我讲吼，你退休了吼，我有啥工课要咧做？啊，我讲我莫讲遐什么工课啦，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人是啥呢？咱逐个国家应该拢捌。我的好朋友陈仲谋，听着无捌听啊？吼、哦，我的好朋友啦，伊甲我讲你我看你过去吼，啊，伫台南地区吼，啊，都那东华啦、新社有咧创啥吼？啊，你拢徛头前咧，像阿扁啊，咧宣布谢长廷咧宣布，小咧宣布，我拢打伫头前演讲啦，啊，什么游街路、扫街啦、什么啥啦，我拢徛头前啦。伊我讲，老兄，你也知影我。我拢毋是迄个民进党员呢，啊，我也毋是迄个台独联盟，也毋是国民党员呢。哎，讲，你是安怎来搞出来？我讲，啊，就紧啦，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啦。台湾若有咧需要啥个时，啊，我义不容辞跳入去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因拢想讲我是民进党员哦，拢我退休的嘿，拢写讲绿色大将，新人退休，新人安那安那安那，我甲讲是我是绿色大将啊。哦哦，来咧选股方面，啊，我甲讲，老兄，拜托你，哦，做方面，
我过退休的好先看一下，哦，伊讲袂啦，即、這个我即摆吼咧用台湾民政府，哦，伊甲我讲了，啊，我都毋捌听着咧，我讲啊，你新政府拢无效啦，我都对即个证书无爱插啦，哦，我过一下都好退休先看，伊讲袂啦，你拄仔来负责吼卫生部长就可以吼，好正式的。来即批来，互你用阿你来推荐，我着甲讲做面，哦。前一阵无当前到即摆，我遐都毋捌见过伊呢。伊到底毋知影，但我一直要找时间来甲伊一看到底是怎，是啥物代志吼。我遐无当前到即摆，安尼，啊，所以我甲做面，啊，真正过着非常美好、快乐的退休生活吼、哦。我九点睏啦，啊，早时三四点就起来啦，哦。啊，我也无咧看电视，我咧啦，拢叫你无啦。退休了，我着人电视咧过世，我拢毋知影，世事我拢无。哦，我家己去买一只游艇，小游艇26尺的小游艇，啊，开始去咧飙船啦吼、哦。我袂晓钓鱼啊，啊，但是我是咧飙船啦吼。啊，我迄只吼，哦，伊个买一个迄个上好迄个电影，搁大粒。哦，达标啦，足侪足侪嘞。那我拢只能来赛风走15节，哦，15节左右啦吼。对，我当标啊到，啊40节偌侪你知无？哦，到75公里，伫水底75公里对啦。我一礼拜去标两摆啊。我拜五，我透早到了4点外出去，啊到了安尼7、8点回来，我到标3点钟。啊，足惬意个啦，迄个生活。啊了，啊着去游泳，游两撮，一礼拜分两撮游泳，一撮1000公尺啦吼。啊，我这老手个吼，1000公尺咧游吼，是当几款个？35分钟的1000公尺，啊，搁也袂忝，变安尼足轻松啦。啊吼，若袂晓游个咧游1000公尺吼，上好是安怎个？规身躯软透透，软啊，迄体力出上好。你袂晓收啊，都木来木来，你达到运动的目的，你知无？啊，像我这运动的目的，可是我都安尼很随意啊，过只生活，啊，搁存一个工作，我逐摆讲，我去引一个头路，嘿，引一个头路，啊，无钱头路就咩？迄个头路是啥呢？我甲阮查囝讲，你两科吼，我两科咧上国小迄两科吼，我负责甲你载啦。哦，拜五，我使存到伊偌准的，我当然我知，哦，我着因这个无钱头路啊。可是吼，我46期有来上课的，有无？遐无46期的，这两个吼，实在，我用一句北京话来讲讲，实在是吃我道道，你有在听有无？遮有袂晓听台湾话无？都可以了哈，哦，实在自我道道呢，阿那阿公，我要骑马，阿你不要啦，乖阿屁的啊，阿人就看到讲，那庄院长你个人讲，这是亲情的哈，哦，亲情你足爽快嘛，阿爹孙啊，你足爽快，哦，阿你阿细只生活我过得足惬意，哦，阿你过两三天嘛足惬意啦，阿陈仲谋先生都无过来催我嘞吼。我有阵我也讲啊，我继续安尼卖去，我过这个习惯就好啦。我九点半，所有的应酬我拢无去。啊了，了，因为当前，我一个朋友伫美国，寄一张片 mail 来给我，讲这张你爱看哦，你爱看哦，讲爱看啥？我有阵把 mail 甲开起看，原来是伫美国迄个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有一张台湾民政府的演讲。啊，迄个演讲，寄好啊！啊，因为是安怎寄好啊？因为迄个地方有一个迄个回应者，个回应的人吼，是请一个台湾人来。啊，这个台湾人真是，我唔当上阿波人，是足情的吼。伊美国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主任教授，啊，伊研究这个精神遗传吼 ，genetic， 迄个遗传因子的，哦，唔是说普通精神科的安尼讲，哦。用安尼嘴安尼，甲你回话，甲你讲的吼，伊个是拢有可是根据遗传因子，安怎走安怎走，这样子来做回应的。哦，我甲杂杂来讲，啊，真正靠这个代志嘞。我看讲，啊，你讲的迄民政府，真正靠这个代志。
我就，啊，这个很回应呢。真诶讲，一个我敢讲，一个是安那，等下你就知影。讲一个是安尼个，啊，刚刚恁出来伫遐咧回应，叫做咱阵违反政府诶，会罚恁诶人啦吼。伊吼，伊来审查无，好到时无走呢。啊，伊昨过来审查无，刚好到时刚。迄个加州大学合作一个研究中心，伊伫哈佛个百几个迄个 research worker 研究员，拢对伊来到加州了，圣地亚哥。伊看迄个成立一个遗传基因的机构，伊伫咧做头啦吼。啊，伊细汉因老母就甲讲，你去美国吼，袂使甲什么讲迄个什么违反政府个代志哦。啊，奇怪，伊在做迄个工作吼，伊去接一个吼说台湾 Children Foundation， 叫做台湾儿童基金会，啊，有挂一个台湾吼，迄是几十年前的代志，迄啥要到四十年前的代志，啊，你挂迄个袂得的，有台湾两字，台湾儿童基金会袂得，安那袂得，美国遐就随来遮调查站，我拢叫调呢。啊，这口是什么人？这口是阮大哥啊！哦，李世凯，正伊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啊，是美国的院士，吼、哦，我名都不爱讲的吼，哎、哦，感觉差一个名，我专门想专门请人，吼、哦，就是正美国的人学术界啦，啊，诺贝尔的迄个医学论文吼，拢伊咧新抓的，哦，啊，我看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伊刚起来对话。我从自伊一日开始吼，拢了三礼拜时间，我从一直研究哈，咱的秘书长林志升的，啊，这个陈长武的，吼，拢有电视顶拢有哦，陈长武的，啊，搁何瑞元，即个我无关系，我市里面差不多三礼拜，也无去开船啊，也无去啥，啊，拢在咧浸入去遐啦，电脑遐个啊，美国个我浸三礼拜，浸一个我讲，欸真正台湾存这条路咧，我去读开了，所有的证件去读开了，哦，什么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， 迄个咱上要紧的这条嘛吼，旧金山合约，这是咱的命根呐吼，咱去找的命根的吼，来，阿彪，哦，当我读到了讲，真正存这个俩，我开始啊存咱的复苏线，咱的防护丝线哦，当你发烧有无？哦，昨昏有甲你讲有发烧无？有无？啊，我有人跟伊咧发烧咧，我人载入去台湾民政府，哦，无无，但是对伊个情况好啊，但是听着资料，我有人对咱防护主席怎么载入去发烧咯？啊，不是，伊也未停嘞，我也未停，我拢也未退烧嘞，然后，所以那讲着台湾政府个什么代志，啊，我虽然安尼吼，我上课，那下我拢来。我即阵啊，呾对台湾坐高铁起来，啊，拜六我去，起来，跟各位安尼做伙下吼，我就是有哪咧发烧啦，有哪咧发烧啦，吼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也多谢恁讲，咱真吼，是我今仔即个课吼，我等下插一个迄个，我即个病安那，哦，我做医生的就甲咱讲，用一二十，稍十分钟甲咱讲迄个，我是迄个椎间盘突出的病，啊了，好，咱。高级班今仔我进说到十二点上嘞吼，下晡就是孙秘书长的一个讲完了，佫结束吼。所以恁高级班啊，我即摆是有通半哦，即个代志，即个理论有无？哦，咱的防护师先伊的讲义，恁爱详细看，伊的讲义介好。哦，啊，我是安尼回头到尾，啊，掠着嘞，总甲咱综合起来。恁若拄着人，啊，袂安怎讲？第二间我拄好才来坐计程车来。啊！迄、那个司机讲，啊，你要倒？伊讲，我要来遮。伊讲，哎，我捌坐一摆啊，迄是啥？你十分钟通过？我阿公阿伊讲，啊，啊你我有哪样在上课？迄、那个计程车司机啦吼，就是到40岁、50岁的人啦。恁高级班读了转去吼，你爱家己咱来发力吼，你爱去建立啦，唔是讲读的吼。从我头啊读，已经足侪人读的，啊，这是安怎解？那是安怎解？有迄个美国军政府。当兵个工作是干哪？是下里对。哎、欸，捌伊拢有呢。我比如说，好了，第四条爱写的美国工作呢，第二条是啥？啊，我一边强调，我比如说二三条，你一定爱
地较足清楚，哦，等下我会做一系列，哦，因恁遐拢图书馆都到尽头都上了啦，吼、哦，我甲恁综合一下，啊，互恁安怎去面对咱这需要咱这图书馆结束的人，赶紧等于国手的就接入去启用，因为吼、哦，要收花的是会做代志真多，但是要做的人足少，就是咱要做的人，啊，要收成的。实在太多太多了，哦，我等下等下等下再讲吼，对吧？用个我用这个做做迄、那个做迄、那个讲，我是安那代，啊，对咱黄叔先生不少吼，啊耶，哦，做伊迄讲，伊我上袂记的，第一摆听到伊讲，伊是住伫水边的啥？哦，水边的湾头，哦，我伊种作情况，这个人足注意，啊，真正伊的理论，啊，伊阿弟的了解，啊，足侪的吼，明白？来，新苗的椎间板突出了，我简单用一二十分来讲一下啦，哦，简单讲一下，椎，哦，椎间板这个第二哈、哦，这个第二这个hernia就是破损，哦，咱来讲辣椒，无，你不能听无，做这个听，对肿啦吼，对肿就是讲 hernia， 啊，你不能讲hernia。你若捌听着是病医讲，啊你讲啊你说海螺尼啊，就是椎虫啦。啊椎虫是啥意思？就是凸出去，凸出来，这里叫做凸出来了。凸出来就是凸出来。哦，啊 inter 是中间呐，就是尖。啊 vertebra， 你个肉骨啦 ，vertebra inter vertebra disc 就是这个瓣。啊所以。HIVD 以医学上讲 ，HIVD 就是讲椎间盘突出。啊，到底椎间盘突出是咧讲啥吼？啊，即咱用骨一块一块啦吼，一块一块用骨安尼嘛吼。写，甲你写正常的椎间盘一块，一块是用骨，啊，正常的椎间盘安尼，啊，一块咧，有较对话对吧？哦，啊，一块咧，哦，这样骨就弄出来。哦，突出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块、個，唔，你突出都夹出来。啊，这块、個，这块、個、就是有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较矮了，较矮了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是这就老人退化啦，现在六十几岁开始拢大个有这個，啊，这咱讲什么不齐啦，什么像这吼、個哦。来，啊，这個、我用迄、那个 normal 正常的，啊，这个衰退，哦，啊，这个膨胀出来，啊，这个突出的。哦，啊，这声明，声明是较薄的意思，吼、哦，声明 list， 哦，啊，这是迄个 list， 个，而且最基本就是咱写退化，哦，退化安尼啊，就是。每一块迄个椎间板吼，每一块吼，拢是条神经啦，从这条第三，比如讲，比如讲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，拢对这个，后来，咱咧开刀吼。啊！咧注注用骨的麻虾，你知影？迄就是注对对，用骨内底迄个神经，啊麻虾甲入去，啊就是，伊注迄药啊入去，无遐用骨神经遐个迄个神经拢麻去，啊你麻去吼，出来每一条神经就拢，皮骨头，啊你迄神经拢叫麻去啊，啊所以袂痛，哦就是安尼，所以用脊髓麻醉，迄时阵到皮骨头袂痛，迄就是。每一块神经拢有，拢一块脊椎，啊，拢有一条神经出来，两边，安尼出来，啊，所以你对迄个注射，啊，麻去了，神经拢透袂出去啊，啊，所以就贵在医生去睇啦，你知影吼？哎、哦，迄、就是这个原理。但是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吼，啊，你真会去啥？会去克着迄个神经根啊吼，跟啊克着啊，神经叫克着啊。哦，我一时咱唔敢破病着，到即摆吼，破病着吼，真正要跌啊，遐个拢撞起来咧，痛啊，迄个程度跌啊，遐个拢撞起来，啥？我碰两摆嘛，叫神经跌，扑出来碰，跌着两条神经啦。哦，真正，较早即摆咱知影讲，哎，人无病了，真较早，你是个，听起来哀到袂惊哩，不小心嘞，忍袂调，是吧？哦，开玩笑，看到即摆咱知影讲，哎。人真正对啊，迄家己我第一摆看病啊，哦，这个无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咱逐摆咧拄着，
老人的骨吼较脆吼，啊，若跌倒，尻川断落，太要紧就是这，啊呐，闭气，啊闭气了，顶面就安呐，地下锁，啊就对着神经啦，有的人袂放尿啊，脚袂摇啊，啥物啥，嘿，啊所以，较有的人吼，足足爱注意，袂使伊个，啊，我这个人吼够怪吼，我吼也无年头啦，73岁啦，嘿。我诶，电我诶，迄个印表机吼，我大台印表机是咧30公斤诶迄个大台，因为我咧，我都咧家己做作业嘛吼，爱用用诶，爱家己用，是毋是？叫卡纸，啊拖出来讲你，搁卡，我卡电话去公司讲，诶，我即边甲你买，你甲我讲上好诶啊吼，上好诶，啊咧卡纸，伊讲安尼夜灯诶时，伊讲诶，你倒来来夜，伊讲啊，有一礼拜后再，较有人通有闲通去甲你夜吼，我讲我搁一礼拜我都可以我去啦吼，我家己夜。啊，用了啊！我炒有车当搬去你店里面袂记，安尼我所谓的顿名呢，暗时要四五点就顿名了，啊就搬搬这个人啊，讲相着，土话讲相着，我今日有要讲这個，咱若讲相着吼，啊到底相着，当然相着病吼，这个话吼，我以后查查的吼，上少一两百种的病，我做咱叫做相着，恁这你嘛叫做相着，吼、哦，我这大家嘛搞讲相着，吼、哦。来，我遮吼，我简单讲咧，这条就是两部神经嘛，啊，这是迄个脊髓体吼，啊，两部脊髓体的后壁就是一条脊髓神经，哦，啊，咱咧做话啥是注入这个骨盘里面，骨质啊注入伫这个，咱咧看有啦吼，脊髓的后壁就是一条脊髓神经，啊，这个脊髓神经哦，你看，来，一条绳两边哦，这也是条 nerve 神经，神经啦吼，这 nerve 啥神经，哦。这一条，这一条，两边拢哦，你看啊，这凸出来就是凸来遮，即块椎间盘咧凸出来，凸出来对，凸出来着这个神经，这种神经啊，那种神经凸出来，这条凸出来，伊指着遮，啊，这神经弹离这个，这是弹离下骹去嘛，啊，所以我内层卡人哦，实是痛啊，啊，我拜山伫迄个台南迄个就政府遐演讲，我拜五要一场迄个台南迄个东区有啥演讲，啊我拜四才先嘛，啊拜五好，啊拄好要去个，我若叫过来好朋友不可以先讲来，我知影来注意一下，尤其这么长哦，咱注意尻川背，这条时间，这条时间长哩，长哩尻川背，长哩脚底，咱有啥难处个，好，伊照片我。啊啦，厝内人好人诶，因为啥？啊，迄摕着迄个神经人袂痛嘛吼，哦，就换过去，去高雄市去高雄演讲，哦，去高雄市台南，去高雄市去台南论坛演讲，啊了，过礼拜六，袂得啦，袂得。迄马上就过去吼，我倒直接吼袂痛，轻松翻身吼，真正着，要撞来地面。你哦，你知影？你跌着，你若倒倒，无代志对无？要翻身一下，你挨下挨下，啊，真正就是挨挨啊，真正挨个挨个，啊，先甲放下来讲，啊，这就是等于啥物？啊，所以绝对卧床休息两个礼拜，伊这个就休哩，哦，啊，我拜六倒来了，我讲，哎呀，唔知哩，到拜一我想讲，哎。啊，我到底是啥病？那从甲你讲，相着，安尼啦吼，大家嘛知影相着，相着。啊，我是到底是啥物相着？哦，我昨我叫救护车来，然后送去新楼，去翕一个迄、那个，啊 ，X 光甲翕着骨头尔，神经拢翕袂出来。啊，电脑断层也是神经翕袂啥物出来，还叫做，啊，对，嘿，大家出来安尼，这种就是核磁共振。啊，核磁共振哦，摕出来会安尼啦，这是迄个脊髓神经嘛，啊，到遮叫摕着，你看，有无？这是一百名嘞，啊，我还是安那嘞，你看这项，嘿，我做了，哦，要死啊！这脊髓神经哦，三四个中间摕着，四五个中间摕着，摕，因为我做外科医生哦，啊，我感觉讲。到底是因为病，你也知影嘛？
你讲你闪着闪着，大家嘛知闪着，不然大招飞嘞嘞，刚才小可骑着，啊小可突出来闪，迄嘛叫做闪着。哦，我好朋友，我做广告啦吼，我朋友做侪啦，啊中医师也做侪，做唔来。伊讲做安怎？来，我你对个你放话吼，保证你有影在水好啦吼，是啊。哎，有影，我好朋友高雄，我用车来甲你载。啊，我想想讲，哎，我即阵仔一直变车吼，倒下倒下，两个变车变车的。伊讲咱两礼拜，就啊，真正两礼拜了，好到要走倒啦。我六十四期，因去美国的时候，无人甲我提，无人甲我提呢，我咧路边行来呢，哦，我伫咧我小的人，啊，迄阵看样就是大医的看样，哦，啊，病来六十四期，来讲课，那讲两点钟啦，啊，等于我倒起来，有人倒袂得啦吼，有人倒听啦，这是我的啦吼，你讲。两百，到家又给一条，是吧？这脊髓神经，哦，加二三，去消化了，来用这物件。这个三四，神经叫去啦。四五，我到去就两百。所以我这边今仔来讲这么，让恁听知影就是讲嘛，唔通我先想着想着，你要确实知影是什么原因啦，啊，无你。这样哦，放回啊，无讲来来来，小乔嘞需要，哎，那好运哦，真正乔嘞好，啊，歹运哦，乔嘞这神经人去拽落去，人永远卡袂行。你知影？会怎永远是他两脚不能动哦，有这个可能嘞。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知无？啊，想着啦，啊，所以都在乔啦，这样。乔我不想乔歹啦。那怎样那个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什么病呢？对吧？那个那边瞧瞧瞧咯，我想，那这最后是卖红桥了。你到底廿零就蛮强了，廿零就较爽快了吼。哎，我做侪朋友，这臭老头了啦吼。我以前来讲讲了了嘛，三四个讲来，两三个迄个等于当心讲来，我遐有一个大佬的吼，你去耍就好，这哦。但是你要知影吼，规矩都爱吼来。啊，这个叫这是自动机器，我用赶紧你买一台自动机器，你搁会讲怎样？啊，伊甲你扎扎，你甲全讲，体重的三分之一，体重哦，从我八十几公斤，啊我着全迄个，到无甲三十二五公斤，啊互伊有，伊说自动有，哦，这台是我买千元的吼，这台是我买我会讲怎样？这我了解，这会当自动标签哦，这会当自动标签。你要偌久就要偌久，哦，啊，这个幼的，啊，这肯定是你的健康，哦，我今天都一日幼三摆啦，啊，我但是拢幼肥，啊，即摆摆两日幼肥了吼，骨骼运动肌少少都未少，啊，所以我今会行路，但是我拢行歪，我行到外头，再来我换一道，我就规个肌肉，哦，哎，那个有时候不能恢复的，哦，所以我今拢会行歪啊，啊，但是我行路可以，现在已经可以了，哦，好。来，这样吼、哦，那得到这个病吼、哦，无论是相对还是啥，绝对爱禁止啥呢？举重物、举物啦，提物件，尤其是重物，绝对。你还袂钓以前吼、哦，诶，较有岁人吼、哦，诶，我讲吼，今日想做少年啦吼，诶，做少年，那六十外岁啦吼，大家都爱较年老嘞啦。哦，看你到了，你到我北方了啊！一起绝对禁止举物了，哦，尤其是这样呢，弯腰，尤其是要让人家物件，这比赛哦，爱安娜，要让人家蹲，卡倒屋，弯了你还可以换，因为你弯腰嘞，你的脊椎。迄脊椎的张力吼，你弯落去吼，迄脊椎的张力有够大，啊咯，像就是拢安尼，啊是，哎、欸、小姐们，你年纪到了七多啊，七多拍下照顾，你也拢爱注意哦，唔通压袂咧，压弯腰袂使弯，你出来个，绝对的，迄拢会有滴，我这，啊无你上个食到老面，然后去干嘛搬个，哦，这是绝对要。来，第二样就是灌酒衣啊，也唔知影什么病啦，
对一口热，对一个布嘞，外头嘞，去热热嘞，啊去敲敲嘞，啊若好运就敲一摆就好啦，啊若歹运敲一摆就永远拢袂好啦。你听有这个严重性吼，我是咧甲你讲吼，唔通叫人伊咧搞叫人，但是伊若知影，但知影啥病，啊啥物治疗，无得甲一摆就好。啊若唔知影啥病，你甲敲倒变，永远袂行。足侪人是安尼嘞，足侪人是安尼嘞。哦，第一件啊，我今日讲这吼、個，语重心长咧讲这个乱就医这啊、個，二三十个朋友拢来报讲，就去对，去对，我唔敢去啦。哦，治疗要点确实诊断，哦，看这个诊断，因为颈部啊，你若真正有厉害，叫 MRI 要钱啊，啊，若无看唔听哦，医生开袂落，开落要家己医生了钱啊，哦。所以你两家聊聊，就讲，你看已经两日白来，啊，可能听下你听下足厉害，迄医生敢甲你开，要开啥？上头啊，你酸痛，伊会先甲你就开一个 X 光，是照遐骨头尔啦，吼。啊，治疗了就袂好 ，CT 是叫做电脑断层，吼 ，CT 叫做电脑断层，吼，即个有呾神经照会啥物叫，有呾模糊骨头作用足厉害。刚才记录进来 ，MRI 叫做核磁共振造影，就这边哦，来厉害一点，刚就是，那个是，那叫做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，MRI 就是这个核磁共振造影哦，最好的精准是这个什么我家己袂晓，我个提红章出来听呢，迄入来一摆入来是几啊百张呢？哦，我顶日有种看较好看的吼，互恁咱大家参考一下，我就是安尼啦，啊，我即阵已经复出来，就是这较不无咱安尼啦吼。所以恁若拄着迄个吼，这什么象着啦，什么啥吼，千万，我听我的话就无毋对啦。你着豆豆啊治疗，啊，真正袂好，医生会甲你开较进一步的诊断，啊，实在诊断是安那吼，这大家记得哦。我了不能重复讲这个啦吼，迄个即摆要讲这个，目前台湾的这是我的主题啦吼。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，这两日两摆有去，咱必须讲，啊一寡个拢有一直咧甲咱讲吼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是啥啦吼？我即摆是有呾说一寡，甲咱综合起来，啊，互咱更加理解，啊会当来。你等于爱做整理啦吼，啊整理，恁吼你咧等于吼，后礼拜就网络就拢看这看会到啦，哦，咱若上网去看，十九期，高级班你若上网试哩，这拢有出来，每一个人个演讲拢有出来，啊你入去甲看，哦，拢看会到啦吼。好来，第三个是啥 ？PCC 是啥物？台湾。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，台湾民政府 ，civil 是平民的哦，阿兰曼哥，台湾民政府哦，咱这是台湾民政府哦，咱主要遮，那咧开幕的时阵啦哦，昨前天哦，恁来啊是有去国酒主政府咧开会的时阵，开幕仪式拢安那，就几条。三条，第一条啥？啊，第一条啥？台湾临时国歌，对啦。这叫做出埃及记，叫 Exodus， 出埃及记啦，哦，的上，那出埃及光，这代表临时国歌。哦，啊，大家我是讲小可，大家知影迄个中文的意思啦，哦。这条哦，这是我的土地。这是啥呢？以色列彼此拢伫埃及在做奴隶，对吧？啊，摩西要去甲抓出来，我呐跟埃及当个破把他给拍个五十三到位到抓走，哇，对吧？啊，抓走，爱出来，就是因为这条国家吼，咱现在还用做迄个临时国家呢，对吧？这是我的土地，上帝给我这个土地，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，当朝阳照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。我看到完了，这就要紧了。
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，看咱的子孙安尼，伫即个台湾这土地安尼自由自在，也免惊什么恐怖、白色恐怖、什么什么恐怖，会当当台湾安尼安自由咧走，这个无种视野土地。咱遮民政府就是要拍拼讲，互台湾这个土地会亲像安尼嘛，自由的讲。我等下用世界各国的国话简单讲啦，大家拢是咧为着这个啦，自由哦。请牵着我手，带领我行遍这土地，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。我虽然只是平凡的人，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，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。阿哥读过来讲，将这土地变成家园。如果我们必须战斗，那为了这个土地，我将奋战，将这个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。要奋战，也得爱整啊！但是咱唔免滴，唔免滴，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唔讲过啊。咱唔是革命先烈哦，唔是要叫你去安去扛国民党政府安那台哦，迄拢唔对哦。哦，迄拢唔对哦，咱是叫法律来吼。伊讲，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，即使奋战至死，这是我的土地。咱大家都为了这个决心，哦，为了台湾民政府建立了台湾这个家己国土了吼。好嘞，第二条就是入国关，入国关哦，是从1941吼就做了啦，就开始从1941到迄、那个。日本史大战，历史大战输了哦，这个国家，迄个马加萨甲毁掉，伊无国家呢。大战了伊无国家，到点时间阁有呢。1999，无偌久以前啦吼，十几年前啦，到十四五年前，伊刚好开始唱这个《拼命加油》，哦，《拼命加油》啦，哦，《拼命加油》，伊19998月13。他开始唱这条国歌啦，所以从这中间四五到九九，哇，50几档无国歌呢，哦，有无？四五到九九，因如果无国歌，到1999到今仔日，伊才用这个国歌。这个国歌是全世界上第一条，32字啦，吼，哦，32字啦，啊，起咪来要啊，哦，这32。包括英语的啊，写在遮，好啊，写在遮。我问啦，全世界上第一国歌，第一个？不是。全世界上第一国歌，第一个呢？乌干达，好写在遮。乌干达是啥？乌干达，底下那写，写在乌干达。伊吼，25秒就了呢。我伊电视。伊是网络，你去查乌干达国歌，伊写18秒，唔对，我去甲测啊，我摕号码，伊个号码表去甲测，甲测到20几秒啊，伊讲伊18秒在世界上第一，18秒，哦，伊写我先甲测25秒，哦，乌干达是全世界上第一，哎，这个国家足奇怪，你要甲测用这个国歌哦，爱钱何伊呢？哎，伊有版权，他有版权，你不能随便，哦，我甲写只，我唔敢去甲用这。你按咱这国字，我若甲讲出来，罚款要罚到我，你听有无？哦，伊有版权啦，啊，所以我刚才当讲，他就有啊，会当你去遐看，会当你看，袂当呾用起来公众大众，咱这，你上到是世界拢看会到了，看会到，所以上到20秒，以下讲18秒啦，啊，甚至我甲切25秒，大家咧赶紧去啊，但是网络上，来第三条，咱就美国国歌。美国是跟台湾相关，来，我讲日本国歌，日本跟台湾相关的。啊？不是占领权，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是，跟那天皇跟咱有关系呀，天皇，天皇。这块土地是日本，吼，等等下我来个复习，是安那个是日本天皇的，吼，我等下今仔要甲恁做些复习。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。啊，占领权是啥？美国。哦，啊，所以第二条咧唱，第一条唱咱家己的临时国歌，第二条咧唱日本的，就是天皇嘛，天皇日本的叫做天皇，哦，天皇的土地，这块土地是天皇的，所以咱咧甲唱日本国歌，是这个意思。
第三条，美国甲咱相关的，伊平等是条甲咱占领的，平等是条世界条约，旧金山第几条？第几条？这记好哦，哦，这句就是迄、那个旧金山合约哦，二十三条就是写讲美国伊个规定啊足清楚，美国有权当占领台湾，你听有无？哦，所以美国唱美国国歌，美国唱国歌就是讲这个美国是啥占领全国嘛，咱唔该伊唱伊第三条的国歌对无？哦，第三条咱咧唱歌，哦，咱虽然是咱个福州也是拢照安尼咧。哦，咱个城市安尼做，伊是咱个占领国哦。啊，即摆恁大家两日投票，第三日投票，大家拢我感觉拢足清楚啦。是，甲美国是安尼个伊唱说，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。啊，所以咱关系足好个。第一项爱家己个第一项日本天皇个第三条，美国总统占领有占领权哦。哦，啊，即个美国个发扬光荣个。哦，这是这美国的国歌啦吼，啊，伊讲哦，这火炮闪闪发，炸弹轰轰作业，伊这个国歌是用伊做嘛，伊美国要对英国独立出来时，他英国去打嘛，哦，所以伊这阵旗也就出来了，新条旗出来，哦，啊，人日本人啊，过去我暗时放放着，放到天光啊呐，国旗还是安然无恙吼，也可是先底下吼。你看新条旗还不是大炮飘扬，在这自由国家，勇士的家乡，一点国花拢在讲这个自由的，哦，我只要讲，哎，出来几次，那你临时工都来，哇，放着咱的后台，你这个自由的地方，哇，非常好，这自由哈。来，搁一条，这个叫做，看看，台湾入时没战旗。这个不是大家做的啦，哦，是咱的，那个吴家修们大家做的，咱的校长比较才华足够的，哦，这个做挂这个做破这个是德国，我是黑人白人，哎，杨海伦，啊，他吴家修是廉政局的，廉政局的职位，哦，啊，这个做掉是这个杨海伦。啊！我想想台湾哩，伊今年转来啊，有移民。我台湾哩，我古早吼，那我还袂退休之前吼，我逐冬五六冬呢，六冬还是七冬，我拢带队去日内瓦，要去争取啥？日内瓦要争取啥 ？WHO 啊，有啊，知影无？哦，世界卫生组织，拢我带队的。台湾去啊，几百个欧洲来啊，几百个美国医生来啊，几百个三百几个，哦，特登落去呢，哦，我五月我啊落去啊，抗议，啊，古早我第一当去吼，干主持者，咱拢做到二三十个尔，啊，就廿千块啊，抗议，安尼廿块啊尔，讲我去参加了，变做彩色的，以前拢黑白的啊，那变成抗议白的。啊！我讲嘿，袂使，啊你袂使。明年哦，我带人来，新头的迄个旅游团队来，来去澳洲。啊，头啊三日，公费，哦，要去日本外底为着国家公费，后壁遐共出钱，我讲着。啊，迄、那个会唱歌的先优先入席，分百外，哦。啊，我着讲带百外，啊美国共百外迄个啊去，我讲琴啊啥物啥，我着唱歌，因为。一直在的，去摆迄个通行证、通行证嘛吼，就是迄个通行证。啊，一直在九点到十二点，阮都在底下唱歌啊，互记者去。啊，下昼才开始回在哪讲，迄、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会议。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有干呐唱歌，我一摆，哇，真啊！台湾转胜利，台湾转胜利，拢即个歌啦吼。啊，是麦克赛迄个 I Shall Return， 我伊伫菲律宾边，我拍牌，我台湾我拍牌的时。哦，台湾人，咱台湾边啊，拍牌时，伊讲 I shall return， 我将回来。哦，伊有话就会，做水瓜我拢唱遐，啊，即摆来地价拢走啊，对，叫做，叫做，是早起呢，三四点钟呢，了，哦，看遐都啥物，对，无地价就来了，哎，开始，啊，安尼嘞，拢安尼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时，我捌一个，
两百人，啊，在这就是音乐家，音乐家。听伊讲，这台钢琴那时候，他奉献的，这台钢琴伊邓来国家专家，哎，这个钢琴是他奉献的。来，这条哦，来，下落下来，来，咱做伙来读一用台湾话。南岛书简发还，哦，地名叫莫莫啥，伊在岛。来，过来，华邦春大是过去，今日邦人主义出头天，伊怎样？到时可能会邦人，好、哦，到时可能会邦人。来，感谢上天赐咱上日照风局，上日照风局，这种就不同。哦，风局风土地方啊，天哪，这种局是啊，那个有局。啊？你不能讲我是新新会，因为啊，各位，对，不是樱花哦。你不能讲讲是菊花啊，对不对？吼，哎，咱拢是讲哦，我杀过来樱花用唔对，日本的国花是菊花，哦，啊，所以写写咯。奉祝感谢上帝，天咱地生，人美国，这个美哦，咱日本人咧讲美国文，美国是写这个美啊，唔是纯咱写这个水这个美美丽的，因拢写美国啊。哦，日本人咧讲美国是美国，啊，所以用美国美，哦，美国用美国，坚信勇敢站起来，创造咱的新台湾，哦，这足水的吼。但是这条也袂当做国歌啦，因为啥呢？这无这个当时这个战争片内底的这个，但是这条歌好好听的，日俄美战曲，哦。这个歌出来，不是人家伊较早是为遐放平的，讲会真是困的。咱我出来等人讲，要讲话吼，爱照法律来讲，袂使用迄个乒乓球爽来讲。要讲乒乓球，咱选股大家买个，哦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哦，哦，欢迎来选。用迄个政治语言，那是乒乓球在讲。咱台湾民政府无咧有做，咱能用法律。国际化吼，啊，这条袂歹听诶。我当国师见我官，地名叫我马萨米勒多，我当吞阿西过去，见一帮人住地出头天。啊，我回来这点真是啥？沙卡顿不是，沙卡顿就是停嘞。不是感謝上天，吼，不是啊，那个感謝上天，祝咱上日祝福局，感謝上天，祝咱百姓人民军，人心勇敢站起来，创造咱的新台湾。有好听吗？这个有好听吗？这老歌是非常深哦，日食美战曲。对，哦，李兄，哦，记得啥？台湾最新，哎，这是基督教的干掉去了，哦，对了，这条人是基督教的，对，从这条来做代表咱台湾人的心声，哦，台湾最新，啊，这条是那个做的，等于用魔术，啊，这个都跟这是相配的。萧太仁能办嘛？吼，哦，萧太仁世界著名，咱台湾人啦，萧太仁做的，哦，啊，已经做十几档了啦。啊，我去拄到伊两个，我讲对，做这条吼，也无好国家啦，哎，都新做一条国家，因为新无好国家呢。今年做咩建国？建国啦，早要出头天啦，是不是？咱要不要建国？建国是以后的代志，不是目前的代志啦，吼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咧讲，啊，这条歌吼。咱足好唱的，咱唱袂好听啦。咱若无好唱的吼，唱得歹听啦，所以我唱嘛歹听。就是爱足好唱的，伊安那嘞，来。太平洋西南，会晓唱的做一唱。太平洋西南海边，美丽岛台湾水深，乍见。
建国大地出头天，共和国，咱是共和国啦吼，共和国宪法的基础，四国军兵的三亚座，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和平向前。海朋友，西南海边，啊，你看无要用。海朋友，西南啊，啊，有够好听无？啊，青，要夸吼，咱这不是足好唱的，这青洋音夸袂，夸袂好听了吼。来，啊，不刷了。你的岛，台湾最青，青，一个平常音的。我